掌握华强北一手行情，不做二手韭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华强北阿台，每天下午打卡华强北各大市场帮粉丝挑选机器。下午的3点半，阿台也是准时到达市场，先过来飞扬到3楼，拿两台全新的15 Pro Max 256G 的。这台白色钛合金的是帮西藏拉萨的一位粉丝拿到的，目前白色的机器是最贵的。这台机器我们在市场是花了5500块拿到。还有这台蓝色的是一位深圳北京的一位粉丝过来自取的，本来这位粉丝觉得哪个颜色都可以，但是看了一下报价，最终选了这个蓝色的。蓝色的机器阿台昨天也是拿了几台，是5200拿到的，今天是又掉了50，5150拿到。再这样下去，阿台觉得跌破5000也不是不可能啊。不着急的小伙伴，阿台的建议是再等等，原色的和蓝色的差了400块钱，小伙伴们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选呢？那两个新机刚刚拿给老师傅去内置了，紧接着帮一位广西的粉丝挑一台14 Pro Max 256G 的紫色，这是一台美版的卡贴机，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标签，电池是一个100%的效率，然后这台机器成色也有99芯。14 Pro Max 最近的市场价还是比较坚挺的，像这种电池100的，市场的参考价是4650。说实话，14 Pro Max 和15 Pro Max 的二手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差价的。但是14系列有完美的插卡方案，15系列的方案就比较捉襟见肘了。在目前来说，内置的方案还是比较值得推荐的，其他的方案阿台是真的推荐不下去。最近想入手新款的小伙伴们，阿台觉得还是不要太着急，目前市场就是这么一个情况，机器也在稳步的掉价，但是就是没有人拿货。阿台觉得过年之前还有一波跌价的行情，不相信的小伙伴我们可以拭目以待。要拿的机器都搞定好之后，阿台也要回到办公室开始验机了。今天的市场行情就先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吧。